啊，感谢啦吼，大家同心，大家午安，足欢喜，搁看到新的同心。啊，讲话少年的话未少，这拢是咱未来的希望。啊，因为我话自我介绍一下，无因为可能第一摆见面，我姓张，文燕，张文燕，工厂张哈，文昌的文，还有一个文，下面又三撇啦，张文燕，咱迄个有做课程表有我的名啦，哦。啊，要搁了解我，恁去 Google、雅虎，摕手机出来，上网去找 Google 也好，雅虎也好，甲拍张文燕，因为张文燕我猜起个名我袂错啦，但是加两字就好，张文燕教授。会去看到我，爱看到我的资料，也是讲张文燕讲座教授，我爱去看到我的资料。啊，这是简单啦吼，伊拢简单介绍，要过了解我较深嘞。你拍111四个一，人力银行拍。世界华人名人小传，我拍张文燕就好啊。遐我有写我的为细汉，甲我伊家登陆的迄阵的时间。哦，啊，这就是让大家了解，因为。有的同心无了解，这个大家会必定确认说，我们这个是，诶，做咱这个做华理是，人家你讲是100%是正确的。但是有的人咧想讲，啊，你是啥物情形？啊，侬讲甲嘴甲全好。我若伫研究所咧上课，我若会叫我的研究生带笔电来。我讲到遐，你上网去找啦。你讲100%正确，所以我也要甲你讲，恁大家来上课，恁所上的。恁应该拢做一个笔记起来，啊，要了解，我随讲到遐，你有手机的随输进去拍入去，啊，就印证了嘛。哦，即卖是足透明，啊，佫是迄、那个等于是少年呢，会咧指导未来。所以感謝這些少年，咱大家我來鼓掌這些少年，真正因足這個眼光的，啊，因嘛足好氣的。即馬總選舉煞啊，今仔日的成績都攏出來了嘛，哦，啊，出來大家會足清楚是安怎安呢？那就是要变天的形象啦。你若跟政府做了足好嘞，甲咱同款，咱的宗旨是啥？我要先问讲，咱的宗旨是啥？咱知影无？咱拢知影嘛？恁三工内底，拢他有这个观念嘛？咱的主张拢有啊。啊，咱即摆要来问讲，咱的宗旨是啥物？
话都一个要讲的，好，嘿，为百姓设想。如果啊，流亡政府哪有为百姓设想，伊敢会输甲人讲输甲痛苦啊？好、哦。那个公权力在他们的手上呢，我的看法啦，如果他们没有用这些公权力，新北市也会倒。我说知道的、欸啊、都有我在批评说尤喜坤他们那些要做什么，那个竞选总部一定有参与要不要讲，我要几百万分的做啥宣传摊，拢讲被扣呢？即大家上网去查看卖，我的信息内底讲有几百诶，对吧？宣传单啦，他要发出去的宣传单都被扣。诶，安奈被扣是虾米理由？啊，遐奈分落去会不会发生？效用、欸、那一天晚上的活动无因要借一个迄个做晚会的场地，讲借无啦。啊，你看尤喜坤的团队啊，当时咧创啥物？含晚会要去借都无法度借到，借到尾来讲。我看的资料里面看说，欸，说要围马路啦，所以说他们那些不知道在做什么。 你去思考这点，为什么台北市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手段都要来把它抹黑，拢拄到科批，全部透明公开，拢甲大大出来，而且要去用这个抹黑方式，才无法度。吼、哦，什么这个迄、那个做啥？各种的手段啊，事先科批了。啊，迄、那个做啊，科比啊，甲公布讲，哦，你会刷来用啥物手段，拢甲人民讲个清楚。啊，所以一直没有发生效用嘛，反而人民还更生气，说你就拿国家的机器来做你的选举。啊，那来判断新北市袂倒。就是这个因素，我的感觉，两个重要的资料，伊的广告文献没有发生，去甲扣掉。啊，扣掉是虾米扣掉？要也未去印的，要印出来，要发来是去扣。啊，这是虾米？啊，即马敢要做言论？系啊，啊，所以讲有个人写诶，我写写又负责啊，啊，这就是有这个啊案件啊。要搁讲一个，早起有一个，我算学者。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啊，赖正昌立委来遐演讲，伊讲伊原早是校长嘛，即卖是立委嘛，了解讲专
专今年啊，有400亿个迄个营收的公司，盈利税的所得税讲零啦，大家去想看卖，再只甲我讲，因为伊是我的学生，所以伊才甲我讲这個，伊伫迄个咱甲请伊来做演讲啊。在那个咱啊，第咱家算第三教室嘛吼，迄个第二教室的演讲，伊甲讲有一间公司啊，这是啥？新北市的公司，营收哦，我做食品的哦，你看，甲啥有关系？还是新北市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啊，也阿公，伊迄个地皮咧变更，讲30几天，就甲变更啊。所以讲，这拢有这个因素的存在啦。所以要讲予大家知吼，实际上拢有这个受到这个政治的操作。所以迄个所在才有保留起来，啊，差才差偌济，差20000几票尔。啊无，遐个若拢公开，啊无，大家看讲哦，这个政府乌白来，我看我新北市哪都。这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观念吼，啊，甲要甲大家讲，咱来这3天，2名啊，恁有啥物收获啊无？恁画一下吼，有啥物收获啊无？有嘛吼？安尼好。咱较尾啊，利用差不多20分，咱来做一个检讨自己啦。发下来，等于那是问卷的方式啊，恁家己看要安怎来答。哦，这啊了后，咱才来解析是。安怎来答才是正确的？哦，啊，这就是讲，咱现在啊，要予大家来遮上课了后，拢爱转去啊做这个宣传的工作，这足重要，足重要，因为真多代志啊。有当时啊，伫遮袂使我讲伤清楚啦，哦，因为若讲伤清楚，啊，咱就拢予咱个对方拢知影嘛，因为咱即拢向世界公布，哦，所以讲即就是讲爱予大家啊了解，哦，啊，咱即马要甲大家讲个就是啊，要再跟大家啊，这个吼，当然，咱头拄啊讲过啊，好，我着照这个 PowerPoint 准备的 PowerPoint， 甲恁，好大家知影啦吼，啊，这就是咱的。宗旨嘛，哦，一定爱安尼嘛，咱家就是哦，为百姓设想，哦。那安尼咧做，哪有可能人民会反对？无可能嘛。
这个 PowerPoint 啊，是要拜托大家，有国外的朋友，请举手一下，好不好？有国外的朋友亲戚啊，拢住伫国外，哦，啊，这就是要暂时等于那广告啦，要甲大家讲吼，咱因为咱这个节目。拢世界上拢有人咧看，我所知影诶，阿根廷上远诶啦，巴西，吼、哦，啊，这个所在拢有人咧看，南非也有人咧看，吼、哦，我所知影，啊，实际上世界各地所在拢有人咧看了解，啊，因为有当时啊，伊要转啊，啊，足时间足久诶。拄啊，利用因这回爱台湾登来投票，所以咱啊特别，伫这个后礼拜啊，就是要开这个班啦，吼、哦，咱是啊，十二月七，吼、哦。啊，甲十二月十四，拢总八工七夜，啊，互因来参加，因为咱大部分拢参加初级班，过来高级班，啊，再过来点招，啊，再逐天训练，啊，安尼个顺序，希望因为因伫外国转来，时间足困难，所以有这个时间啊。所以特别为着海外的本土大人开的班，啊，这大家抄起来时间，我会使甲海外，因为呐，西方迄个所在，拢有诶，到十二月第一个礼拜以后啊，差不多拢无咧做生意啊啦，啊，准备要过啥圣诞节啊嘛，吼、哦、啊，所以讲要利用因这个时间。回来台湾啊，顺出来参加啊，所以讲，如果恁老这个朋友啊，甲通知一下，吼、哦，这个时间互因把握啊。大家呐有亲戚朋友有诶讲啊，我以前我爱参加遐侪摆，我时间拢切未出来啊，无我就把这个时间来参加啊，哪会使了？吼、哦，咱伫台湾。啊，本土的时阵啊，你若会得几礼拜安排，吼、哦，我都切出来，我欢迎啦。吼、哦，咱这个有要开啦，吼，啊，这给大家斗广告啦，吼、哦，斗广告。啊，因为尤其是海外的少年的，吼、哦，请因登来参加。后来。咱即马要讲到，可能咱咧研究这三工内底啦，有当时啊会去讲到前啊李总统，咱大家想看卖咧，咱大家想看卖，迄阵啊。李登辉总统要做总统的时候，他要把台湾会审，对不对？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知道嘛吼，要把会审嘛，他说不爱信啊，把神会掉，变成什么？台湾的成为一个国家嘛。他要会审啊！安那美国啊讲未杀你，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啊未？吼、嗯哦，美国讲未杀你，啊，到尾是安怎？动神啊！好、哦，这个大家去了解，是这个情形啊。伊才甲咱秘书长讲，讲伊甲你。甲咱秘书长讲，啊林先，啊你着读国际法，啊无你甲国际
国际法摕到台湾的地位看卖，因为感觉讲美国安奈唔恨我，会神，到尾来变动神。欸，啊，毕斯丁讲好啦，啊，我来，我着读国际法吼，咱李登辉啊，总统讲啊，无我阁甲你介绍一个何瑞妍啦，迄是外国啊，啊你去甲伊研究，啊所以研究到尾啊，因为何瑞妍这个啊，这个人，因老爸原早伫白宫啊，咧管一挂机密档案，所以伊啊提一挂机密档案。啊，含秘书长啊研究，啊研究出来讲，秘书长讲，台湾要来脱离这个叫做啊，要解决家己的叫做地位啊，一定爱为美国开始，所以才来告美国。迄阵啊，伫南部。一直鼓吹啊，招大家来参加告美国的行动。啊，这是2006年的时阵。啊，迄个时阵，我迄阵啊，我就去参加呢。哦，啊，所以讲，这就是讲机会啦。来参加，这乃是因缘。啊，我诶，迄阵啊，就去甲秘书长去参加，我去告美国，这乃是啥？因缘啊！啊，若无迄个因缘，我若无可能嘛。有当时啊，真侪代志拢大家有缘分才会发生啦。哦，啊，这个伊即卖安怎？奈个好？这个伊当时。9月21日啦，伊伫日本，这个大阪，伊去大阪的时啊，伊去啊演讲，伊几岁啊？92岁。伊去大阪演讲讲啥？日台命运共同体。什么叫做日台命运共同体？大家去思考就安尼，什么叫做日台命运共同体？好，这大家吼，这是啊，9月2日，这就是伊叫咱啊，咱的秘书长去研究，已经也确认了日本啊。跟台湾就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嘛，他们的那个啊命运啊是共同的嘛，你要来打台湾，等于是在打日本嘛。啊，这都是很明显，他已经都知道了嘛。我过来，啊来看这里，9月2日，第啊。东京，9月2日在东京，伊咧讲啥？伊讲不能把国家的生啊存钱哦生存的权交予别人的手来哦生存哦，这就表示啥物？伊这就是讲表示啊，你这个叫做啊因。因把自卫权啊，完炸了。啊，这里麦克阿塞把日本宪法修改，他们只有自卫，没有啊，不能有军队啊，不能有啊那个不是自卫的啊攻击的权限，拢给冻掉。这是。伊这是安怎咱来看讲，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修改非
战的宪法对东亚的和平跟安定呢是相当重要的。台日命运共同体，这就是来在讲这个代志。这拢在讲啥？咱在讲安倍晋三，他咱大家去思考吼，伊是安怎安倍晋三即马要解散国会？迄阵啊，伊要搞伊这个啊集体啊行使这个啊自卫权，伊原则是干哪有自卫，咱拍来，甲咱拍，咱只系自卫安尼尔，袂使阁攻倒转去啊！啊，所以讲，伊即马安倍晋三，伊讲安尼袂使咧啊，咱爱来修订这个啊集体自卫权，啊要修订的是啊。要修改这个叫做因的宪法，因为修改宪法之迄个叫做难度较悬，因这个叫做众议员啊，算算个百分差不多70%拢无不愿意啦，啊，所以讲伊怎用行政的命令先甲修改，再来讲人民这一头70%的众议员啊，拢不同意，全部解散，有啊无啊？全部对众议院重选啦、啊。这就是讲，恁家的众议员无法度支持我，啊，我甲恁全部解散，过来算出来，再来修改宪法，啊，希望人民。爱了解啊，选支持修改这个宪法的这个啊众议员来修改，哦啊，这个我足清楚啊，这就是啥？安倍晋三那足清楚，安倍晋三那足清楚，所以一个讲保有战力，并不代表战争。一公，你把它修改完了，我有这个战力，你进来了，超越我的啊，在我的国家里面的啊范围内，我可以把你打下来，飞机、船舰都可以跟你打下来，你入侵。啊，那自卫权不是啊，自卫权就讲。伊船驶入来，还是飞机飞入来，你袂使甲拍落呢？你飞机爬起，盖边啊都啊上尔呢？伊无开火，你不能反抗呢。啊，所以讲，日本人民讲安尼袂使哩啊。所以安倍才要解散国会，就是因遐个做。因有参议院甲众议院，啊，伊把众议院解散，哦，这个，啊，佫一个要佫讲，伊去日本转来了后，佫一个话，就大家哪会知啊？啊，李登辉，咱的啊前总统，伊接受。啊，中正大学的名誉博士颁发荣誉博士的时候，伊发表一篇演讲，大家唔知怎样无？你呐唔知啊吼，要看较详细吼，恁有搭迄个手机啊来，你就随上网去查，啊无你就抄一个回去去查。在中正大学授颁迄个荣誉博士的时候，伊发表一篇，甲即个中正大学啊这些的学生讲，请你们在年轻的，因为他是90几岁了嘛，啊，他在大学里面颁奖的时候来
关里的都是像，都是同学嘛，跟他讲说，要他们把这个啊外来政权要把它结束掉，结束外来政权。啊，你不是李登辉先生足清楚啊？伊知啊咧，伊不爱讲流亡政府啦，伊讲啊流亡政府歹听啦，啊我着流亡政府的总统啊。对，伊就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啊，啊，所以讲啊，讲外来政权啊，哦，外来政权要把它结，啊，这演变咱足清楚，所以柯P的选举的时，郝柏村讲，你们这些都是柯P是黄民，对唔对？啊，对啊，啊，所以讲，因为你即马国去想吼，就是拢有影响伫咧吧，哦，啊，可比讲，好啦，啊，我是黄民，啊，无是要安怎？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啊，吼、哦，类似这个情形哦。啊，因咧反扑啦，吼、哦，因咧反扑，所以讲要造成对立啊。但事实上，这一次的年轻的手头子啦，也帮了很大的忙。哦，这都是各方面啊，已经都使这些年轻人都知道了啦。像我们的话啦，就有时候，我很好的朋友一个杨教授。我在台中去的话，他一定会来接我啊，我们都会一道吃饭。他告诉我说：“哎，张教授啊，啊，你起码是咧变啥货啦？讲你变遐有扛无顺诶，你甲安尼讲啊？因为伊安怎，伊都不知道啊，不了解，因为当时我们当时候当议官的时候都咧唱啥？”皇宫皇宫皇宫大陆去啊，啊都会唱这样，啊底下讲嘿要去沙包啊沙之拔毛，所以这事实的啊，我无胡白讲啊，吼、哦、啊这拢是事实啊，诶啊即马讲什么诶两相好啦，两相好，所以两相好中诶。国军、共军就是中国军呐、啊，啊啊，两相好在那边喝红酒了啊，所以讲真的是给我们真的是精神错乱呢、欸，哎、欸，告诉我们的历史现象都是错乱了 啊所以因为迄个较歹运啊，我来讲迄个杨教授较歹运，因为伊想讲十八趴，唔讲。你遐个政治人物，几乎每一个拢在想这啦。即嘛，我卖讲知名想一个副总统啦，啊下任啦啊，我到街道顶咧食饭的时啊，我摕咱的身份证好看，伊甲讲要白纸黑字啦，我才甲秘书长讲，欸他要白纸黑字，秘书长说：“哎，好，找一找，刚好找到我们所在档案里面的那个资料了。那个资料现在有没有发在那边印送给大家的？可能无哈，以前拢有本地还在送给大家，可能有的讲师有讲到那两份，
我才甲命予伊呢，看看伊叫伊个迄个秘书，伊个秘书都虽然退下来，他是副总统的话，有副总统的封印嘛，要被念嘛，所以他的秘书还是跟着他当秘书嘛，甲回啦，甲回讲他不想当美国人啦。甲回安尼，回安尼，咱原谅他，因为什么？他如果去申请的话，伊可能对在立法委员对袂起，讲哦，你这是已经脱离是中华民国的体制了，你不能领我们中华民国的封印，安尼伊就读个莫类似话，好类似安尼嘛，好大家去思考这问题吼。因为提这个观念要让大家有健康，但本身我就是黄民，他又跟他说我是违背我祖先判处，我说好了，我来查我们祖先的洪金翁，洪金翁大家知道吗？那个因为现在都在开发嘛，那个蒙地都在扣金，都扣扣起来，都进塔去了嘛，一个嘛，我们祖先啊，我往往去拜，刚才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去拜，他要去看，找到两个啊，写什么？唐三祖啦，两个哦。安啊，加唐三祖。一张公，你就是唐山过来的，你的祖先。但是没有找到唐山妈呢。你哪有写唐山祖？那是有唐山妈，你一定要写下唐山妈才对啊，在逻辑上是正确嘛。怎么没有唐山妈？以前照台湾开发开垦的迄个历史来讲，拢啊伫中国迄边罗汉卡走来台湾，伫遮甲啥兵部做下去结婚呐，毋只会讲我定人我去坐大位呢，无故坐大位啦。这个风俗看中。中国遐看有这个历史啊，无安尼的呢？这个习惯，这个例子，无古坐坐大位，恁大家知影无？哪有无古坐大位？这就是咱平埔族所留下来的习惯。阮老母死去，我都爱去哭，请阮阿姑。叫他回来钉钉呢，红钉呢，还更加贵呢。所以说这个风俗，中国敢有？这样说咱是，这样大家思考看看，恁是不是无故坐坐大位？若是无故坐大位，咱拢是啥？平埔族的。后裔啊！这个林玛丽，林玛丽大家知影嘛吼？可能上课那时老师、讲师拢讲过吧？迄个咱这个叫做啊 DNA 的血液的验证内底，咱大家拢有平埔族的血统，所以讲。伊甲妈讲，我是叫做背叛祖先，我着要了解一下，看是有影确实背叛啊无？哦，安尼嘛，所以我不会对我自己的祖先去侮辱嘛，去查起来就是安尼啊。哦，这样讲给大家知啊。所以咱这讲的，迄个叫做黄民啊。因为安怎讲，
我叫阮老爸叫学道长，我叫阮老母叫卡姐。伊甲我话讲，呼庙呼庙，伊甲我话，啊我文嘛，文就是呼庙嘛，燕迄口嘛，讲呼庙迄口。啊，我要安那讲讲我是虾米人？啊，真正啊，这大家去思考啊，吼、哦，恁大家都爱，我爱了解吼、哦，家己本身的情形啊，吼，大家清楚。哦，啊，这就是要予加强大家的印象。咱已经读啊，咱今日直接结束了啊，咱大家要回去啊。吼、哦，啊，咱就是要予大家搁较清楚，拢讲这个代志，予大家复习一下。吼、哦，啊。今晚要讲到这个吼，这个也足重要嘞啦。你看，九十二岁的以前的做啊总统，那遐奇怪吼，拢甲日本遐趣味啊。你看，伫大阪、东京。搁伫中正大学，搁刷来啊，搁参加啥？安倍经济学的教父滨田弘一，安倍经济，伊个那个教父啊，这都是伊个老师啦，这个安倍的老师啊。滨田弘一啊，伊要去讲啥呢？当然，伊这个标题啊，因为我所知啊，我知影这吼，伫台去收集到这个资讯，就是讲，我伫台北咧坐捷运的时，捷运的迄个坐伫遐，看去广告牌子打出来，讲这个叫做啊。滨田弘一甲我们那个啊李前总统要对话，他对话的题目伊按我写按我写来在，伊讲写啥呢？写讲从日本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等下上网去找看卖。从日本的经验谈台湾的未来，安尼，咱大家思考看卖，啊，咱是虾米状况啊？啊，那个有步骤的呢，一步一步呢，拢是天佑台湾，天佑台湾。迄阵啊，咧选举，甲你讲黄民化，啊，咱即马讲，咱确实着黄民啊，嘿，啊，即马伊咱较进前才会较，哪敢讲咱遮个高人，吼、哦，李登辉啊，这个总统，甲这个安倍的晋三，这都是首相的老师，咧对谈讲。日本的经验对台湾的未来来谈台湾未来，好啊，类似可能伊去讲到这啦，马英九甲咱要防甲咱吓，咱爱去穿啊，紧甲中国签这个啊，迄、那个啊 FTA 啊是安怎爱去甲伊签这個？爱这个讲啥？这个讲准备贸易啊，敢那是一大里面的效应啦、啊，啊，内底是足复杂的哦，拉拉类啊，几股安尼，那有啥物效果啦？啊，马英九咧用卡，咱也无跟签吼。啊，我阁甲你讲吼，讲一个理论吼，大水库甲小水库这个观念。
咱台湾讲小水库啦，中国把它列为什么大水库啦？啊，两个那个水甲拍通过去，会变安怎？哈？水库内无水嘛？这是百分之百嘛？咱按去思考这个代志，都中国家伊是大窟的水库啦，咱台湾是小窟的水库啦。啊，甲挖坑，甲挖过去。啊，即马是毋是小窟的拢流流去大窟里去啊？啊，这凊彩想哪知啊？底下拢要用海，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哦，这所以讲，咱以前无甲中国以前讲，拢未使往来哩。啊，拢未使往来，咱迄阵也足好啊，经济足好啊。啊，到尾往来了，却直直失业去。啊，马英九讲633达不到，要薪水减半，有啊无啊？啊，有减半啊无啊？哦，迄只食烂到狗。633话甲足大声，安尼大家清楚嘛吼？633都讲做袂到，迄个薪水减半，啊，即马有减半无？无啊，佮伊咧增加伊个啥身体检查的费用咧。啊，来伊佮要增加甚物加薪，伊也照加薪咧。哦，安尼讲看，无怪，无怪，即回因个输遐忝，但是咱迄输甲迄甲咱无关系啦。你早日赶紧款款的走去澎湖、马祖、甲平潭岛，安尼尔啦，对啊，平潭岛哈、啊，你看这个报道，所以咱爱大家去了解吼。过来。伫愈来愈趣味啊！啊，这有诶可能较未注意。这讲啥？国防部签大局啊！大家知影国防部有去参加总统府诶，举一个手好无？无几个啊吼！国防部就设在总统府里面啊，总统府、国防部要迁到大竹啊，什么意思？是不是总统府要进空啦？要准备安怎？熄灯啦吼，等于人要来吃吧嘛。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这也不是我咧讲啊，我拢有通看嘛。好，啊过来。好，这那是足趣味的，愈来愈趣味啊。伊吼，这是什么时阵？这个时阵，迄、那个金溥聪啊，金溥聪吼，金溥聪，伊是啥国安会秘书长嘛？啊，伫美国啊，足清楚嘛，伫遐两年嘛，转来，甲马来讲啥？大船离港论。欸，啊，什么叫做大船离港？我细汉的时候，常常听到讲大船入港，
迄条啥？美元的债来啊啦！安尼知影无？美元、美元迄阵啊，咧甲咱援助啊，债遐做啥？米粉啦、啊，啊，卖遐做牛奶粉啦、啊，啊来咧甲咱援助啦，讲大船入港啦。啊，今啊，这个啊，青浦啊，青浦冲公。大船离港啊，什么意思？哎、欸，啊，国防部刷去台地啦，啊，船搁要驶，想要驶要走啊！啊，大家唔知知未？这個、可能大家拢无看到啦。你有看到吼？安足好啊！啊，有位老师有讲有对无？无哈？啊无讲到吼，咱补充啦吼，这是啊，啊大家较记记的，讲我这若唔对吼，恁拢去上网去查，拢有啦吼。愈来愈趣味啦，就是讲这个 PowerPoint 是咧甲大家讲，实际上习近平。在做副总书记的时候，就走去跟天皇说，因为他去美国访问了后，他就去要去拜会天皇，叫他外务省，就是外交部，日本的外交部安排要去见那个做啊天皇。外交部跟他说，不好意思，你要见我天皇半年前都要排时间啦，你即马即要来甲我讲，我有困难。伊则讲好啦，你有困难无要紧啊。伊为美国转来嘛，敲电话，因为美国甲讲，你若过日本，顺便去看一个天皇。啊，所以伊甲美国讲，我要去看天皇，都讲排时间可能有问题。美国讲好，我甲你安排，因为美国安排咱毋才会知。啊，无咱也唔知啦。哦，啊，甲安排去见天皇。啊，去，伊去，咱有一个 PowerPoint 啦吼，咱先讲这吼，啊，只写到等下，啊，然后去看到咱的 PowerPoint， 看者大家知。迄个安怎呢？伊去见到天皇，甲天皇讲，这個、秘书长有讲啦，吼、哦，甲天皇讲讲，啊，都。中国的经济较好过啊！我要来买台湾平湖啦，你唔知会使卖我无？啊，天皇讲，阮祖先甲即马都无咧卖物件，你要来甲买物件？安尼讲无头就十外分，啊，就再见啦。好、哦，安尼恁大家清楚嘛吼？好、哦，啊，这就是啥物？伊即马讲好啦，我来要用钱哦，因为。战争，咱来读战争法两个特性，等于占领就是战争啊，不能怎么样，不能移转主权嘛。哦，你要用战争就无法度，所以即摆要用买嘛。买去买个日本买也无法度，安怎？伊是讲啊，无我来用联合国。的方式来把这些140几国这些小朋友啊，我若开几条钱，你讲若是立案，这个案子若去予通过，啊，要投票的时，伊就去把这些怎啊小国讲啊，你若甲投一票，我甲恁建造一个。高速铁路，拢甲你开一条高速铁路，还是高速公路，甲你开。啊，迄小国讲，台湾跟我们没有关系，好了，就，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啊，这那是用买嘛吼，伊就是要去用这个游说啦，要去等于后摆啊，怎要游说？所以讲，伊假报，伊这个啊。伊这个假报啦，吼，附伫伊这个做联合国的做资料内底啊，做附件啦，啊，做这个讲，
伊要收回台湾澎湖的。这就是啥？这就是咧玩阴的啊！哦，这不算讲玩阴的啦，偷吃波啦，哦，要到联合国造成一个事实啊，再来投票啊，投票通过啊，就变啊，他们联合国的决议案了嘛。所以讲，这奥暗的火力加在天佑台湾，咱也去发现到，这拢是足奇怪的代志啦。即马这个是足关键的代志吼，咱即马阁看到这个 PowerPoint， 这一定大家有讲过，吼，江苏一定有讲过。这个时段是什么时阵？太阳花50万人行出来的时阵，美国惊到啊，赶紧叫因亚太助理国务卿讲要给台湾自治。啊，这个是啊 ，autonomy， 是下面叫做 autonomy， 上面有啥？有人呐、啊？哪个啥？因为有一个台大的教授到顶吃饭的时，伊甲问：恁即马的看法安怎？因为有公布这个 autonomy 的代志，讲咱的看法安怎？我甲讲吼，咱那个加拿大同款，加拿大甲英国女皇什么关系？因加拿大是英国联邦嘛，吼，因就是国协嘛，伊甲尊重英国女王尔嘛，啊，实际上因也是拢自治嘛，自治嘛。哦，出来那是加拿大。啊，咱即马按话我讲，咱那是甲尾也甲日本等于是邦联啦。好、哦，咱甲日本邦联，咱也尊重天皇嘛。哦，啊，天皇就是咱的一个象征嘛，因为这块土地就是伊的啊。啊！伊若唔准，哪有可能？啊！咱都有规定啊！要参加，咱啊要参加联合国，一定爱有四个条件。啊！咱有啊无啊？是安怎阿扁啊？做八年，上尾啊四年，讲要来参加联合国，啊！甲天天的寄批去，有潘希文。啊！伊个退都回来，连开都无开。第四个条件都没有一样，他你会给你成立吗？你要成立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领土。哦，领土。第二是啥？爱有国家嘛。第三啊，人民嘛。哦，人民国家啊，过来有外交权。四个。啊，四个咱有啊无？领土日本天皇的，啊，过来人民，大家摕出来身份证，摕来看卖，恁的身份证拢啥？中华民国的国民尔呢？恁个毋是公民呢？迄阵啊，甲咱教讲公民才会使选举的，啊，大家摕这个国民拢去选举，啊，所以教的啊，教育。跟实际上行动啊都不一样啊，这就是中国人上高做，徛伫台顶啊，徛伫台顶的人，拢讲甲好，很正派，啊，落楼骹啊，就俄罗斯的，这就是中国上高的啦。哦，啊，伊真啊算讲。安尼甲你讲，原早讲，现咱来提公民才会使去选票呢。啊，即马唔是啊，即马国民的身份证摕去就使登票啊。哦，安都哦类似安尼哦，和大家说过。啊，过来，咱啊政府都世界无承认这个流亡政府嘛。
中华民国都不提的中华民国嘛，是中华台北嘛，中华就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嘛，啊，这是属实啦。啊，过来有外交权啊无？无嘛，以前跟人签的，甲一挂啊南美洲遐签的，拢是虾米人共签？拢是中华民国跟人签的嘛。啊，所以拢无啊，人家甲你退倒转来。哎，阿扁啊，足生气的讲，好啦，联合国也不爱插人，啊，无咱安尼，家己来公投，来表决，住伫遮的人拢来投。美国也讲啥？啊，阿扁啊，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安尼啊无？大家会记得袂？美国也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啊，你袂使，你都强强买啊！这块土地都唔是恁的，恁住伫遮住较久啊，讲诶，恁遮的人要来决定讲这块土地的权利，哪有可能？哪讲？秘书长常咧讲，住伫国宾的人住三四十年啊，还是五六十年啊？讲啊，无咱来决定讲这个国宾来表决一下，讲是毋是咱的？安尼敢袂使哩？袂使哩嘛？吼、哦、啊！所以讲，这就是啥？流亡政府不能怎么样？就地合法。不可能，所以说这两个铁则都一定要记的、哦、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啊、所以你如果要参加世界的组织可以的，只有中华台北而已，大家又好、哦、那我觉得、哦、我们这些运动选手我表现都不错，因为都不是中国的单一协同嘛，咱拢有甲这个啥，做平埔族，所以大家各方面的表现拢不错。啊，你刚才讲排迄个车轮牌啊，旗啊咧领奖，啊，唔着爱去举咱这支去领奖才对。吼、哦，所以讲，这就是哦，因无来遮上课，唔知影啦。伊若去摕金牌啊吼，应该都爱举这个咱的旗啊，去啊满嘞，去啊领奖。啊，你迄支车轮牌去旗啊，都已经是四旗啊，旗啊，这要做啥？因卖去因无要承认这支呢？车轮牌即卖是咧骗咱的本土台湾人尔呢，因是。马英九就职的典礼用多一支，你唔知知无？无同款呢？伊一个敢那，唔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安尼，伊是敢那一粒花啊，一个红的啊，一个迄个蓝的尔呢？嘿呀，迄唔是蓝的啦，嘿嘿，安尼尔呢？改变这个国旗安尼。伊甲美国甲讲，伊阿伯我要来做民政府啦，是这个国旗啊啦，大家会知影未？咱遮拢老百姓叫骗个，拢唔知影嘛。啊，无伊奈要安尼？嘿，伊去叫萧万长来做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啊，萧万长做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即让大家去思考，去想象空间吼。安尼，即无问题啊嘛吼，即就是因为太阳花的事件，所以美国我足重视青年人，所以我大家拢我爱鼓励咱的少年的出来参与。哦，啊，这拢予大家，拢予大家来看，这拢咱讲过吼，啊，简单予大家看一下吼。后来，
咱即马要来讲这個，这個、我看应该咱讲师也有讲了嘛吼，我清楚嘛吼。这就是啥物？啊，都准备包好还要走啊？大船离港啦吼、哦！啊，这就是全国法规资料来底吼，弄了啥？弄了有做啥？会址吼，遮济啦，遮济啦，吼，所以讲这吼、哦，大家我足清楚啊吼、哦，大家足清楚，即卖过讲这个吼、哦，这个是地理位置吼、哦，这个所在啦。我今麦要讲一个小故事啦，和大家回想一下吼。以前因为美国咧做代志，拢有一步一步咧做啦，袂讲想甲遐做甲遐。早期大家唔知会记哩无？孙立人事件，孙立人。孙立人事件，唔知怎样？伊这孙立人就是美国军校毕业，啊，伊迄阵啊战争差不多拢打胜仗。麦克阿帅，佮叫伊来讲第七舰队的旗舰上，跟他讲，请他来接管台湾。因为他看到蒋中正啊，因的方式啊，不可能把这个台湾啊经营得很好，管理得很好，被哇孙立人来取代。麦克阿瑟甲讲了后，伊讲找一个蒋介石讲啦。啊，蒋介石怎安怎？惊到啦！啊，好啦，无甲判死刑啦，你都遐用心，你遐老实，冷静啦，冷静啦，拢怎个？啊，这拢事实嘛？啊，这唔知有听过无？有听过的人举手一下好无？我无几个呢吼。啊，这。实际上，美国已经甲菲律宾讲好啊，甲借一块所在，甲日本啊菲律宾政府讲好啊，讲因为流亡政府，因遐官员，甲因带来遮个人，高级遮个行政人员要刷去菲律宾，希望菲律宾。一个所在很大，拢讲好啊，菲律宾也讲好啊，唔再去叫孙立人，孙立人佫去甲讲，啊，拄啊个韩战爆发，啊，所以这个代志才啊好啊好啊，佫互伊直直延续下来，啊，美国讲，啊伊讲啊，我甲你买军火都好啊，我钱直直给你，直直给你，啊，你嫌我直直大落啊，等于。这个情形嘛，吼、哦、啊，这就是，即马美国，迄个菲律宾就无要阁讲啊，因为恁甲中国，迄阵啊，奈去甲菲律宾讲，因为蒋介石甲中国，他们是怎么样，迄个敌对啦，你就是敌人啦，你若走过，你也着要。要清杀，啊！伊若走过，你也着要，啊！要拢要清杀，所以讲拢敌对。啊！到尾一法签了后，因着中迄、那个怎国共，迄、那个怎和谈啊嘛，恁会使转去啊嘛。所以一法了后，美国才甲中国讲，啊！恁着和谈好些，无。恁找一个所在，问中国讲，找一个所在来，予台湾遮个流亡的第二代，还是啊，
因遮个官员看要回归倒来因个中国。啊，所以美国甲伊讲，讲了后，因中国讲安无安尼好啦，互因来带到遮啦，就这里头平潭岛。啊，都为哪位新德去也较近，哦，啊为迄个台北港，哦，啊且那台中港，啊那宝地港，啊即卖都是台中港甲啊台北港拢有定期航班咧行，啊这都、就是，这都是啥？这那是早都讲好呢，福州的新闻来报道呢。后来，咱要拜托来放一个这个信息吼，迄、那个要做啊，福州啊，这个报道吼，咱这个平潭岛，哦，来。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啦。是安怎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要何去平潭岛？平潭岛。伊来讲讲，咱遮美军进驻以后，有诶要走去山东去，有诶要走去河北去，走去河南，啊是迄个做山西，啊是走去四川，乌白走，大家在那边起革命，因为他干冒咧烧呢，中国啊，啊来到你平潭岛这个岛船，甲你桥一炸掉。恁都乖乖伫遐咧闹革命啊，外紧啊！恁拢来带到遐，所以因还有这个代志。咱即摆过来看，咱伫遐咧招商受害的情形，过互大家知影者。好来。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
贪官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因为大家拢了解吼，这是有这个情形。起码大家手上拢有一张这个，等于咱来做一个了解一下啦。大家家己吼，答家己的意见，卖去参考人个，吼、哦。咱来甲提转来吼，嘿，迄别卖参考，大家唔捌字个举手一下好无？因为唔捌字个，阿唔得用讲个，啊，若捌字个吼。捌字的吼，看，大家看，啊！你认为啥，你就答啥物。这也无咧迄个，咱是要了解吼。现在大家看法安怎啦？啊，咱即卖上课啊，有上过啊，你的观念安怎？因为咱有这是初级班的看法，啊，过来高级班上了的看法，这拢。不要紧，咱也无要做成绩，讲啊，我来考试考啥，这拢无，咱这是一个调查尔。哦，啊，你的看法，哦，啊，你一条啊一条，因为本来啊，咱这先做，哦，啊，咱予这个时间，吼，啊，予这个做。15分啦，即马开始算15分，咱就要甲收转来。哦，拢免写啥，免大家免紧张，讲啊，你会摕来我抄看嘛，我会摕来抄看嘛。迄吼，即咱无安尼做，咱阿爸若咧执政吼，你去看别人个，你阿爸啊不可以执政。啊！你都无老实啦，诚实是最重要。柯P怎么讲？他说诚实全部公开，把伊的迄个所得全部都从啊几十年来他的所得全部都印出来给大家去查。吼、哦，拢免，因为写名落去恁。大家讲，哎呦，这有压力啊！啊，无，这个大家来看卖，来现看卖的，咱卖啦，咱主要是要了解尔吼。
大家的看法是安怎？你所在啊，你做你啊，你即马你若写了啊，你因为拢看速度较紧，啊，目睭较金，啊，所以呐，年纪较大吼，慢慢啊看，啊看啊，你甲写写袂要紧。啊，即马吼，咱阁互啊，差不多阁啊十分的时间吼。即马有带手机的人来上网，来上网，来连上网，手机来连上网。你看，甲上个台湾民政府官网。哦，你要看有最新的信息啊无？哦，这因为利用这个时间吼，啊那看了较慢的，啊年纪较大，目睭较花，慢慢啊看，吼、哦，啊恁甲恁的认定的题目，逐条拢爱写啦，吼、哦，啊免写你什么名，什么拢唔免。啊！你因为你写落，你就惊，你就讲，哎，甲片啊，我来看卖啊，咱吼无爱安尼做，就是讲，确实，恁知影，恁甲写起来，咱是要做一个调查，吼、哦，这是啊，咱了后，咱再来过来讨论遮个看法，吼、哦，哎啊，即马你我头拄啊咧讲的遐，你会上网去查我讲的。你查我讲的啊，安怎？啊，你查咧，拢上网啦，有上网。那写好的吼，哈？什么？好，你空的吼，你空的吼。无，我即马安尼啦吼，咱大家卖避开，卖避开，如果行的时间迄类吼，啊无，即拜托来到那写好的吼，先收起来就好啦。咱要做嘿啦，来请，
那社会哈，社会啊，大家修社会哈，安尼修起来啊，大家卖出来行哈啊，咱要过接来要过来啊，功课落去哈啊，这是咱要做一个测验哈。哎，那社会才搞出来哈，哎，咱社会才搞出来嘿。好，写好才交出来，我紧吼。无写名一百分。咱吼，我紧吼，迄个拢卖讲话吼，你起码啊。思考这些问题，去思考一下，你读了后去思考一下。啊，咱这是一个调查而已，你爱家己的想法写出来。咱哪会是要安尼做？我跟你讲吼，这就是讲美国足主动、足重视这个民意调查。咱会得了解无？科比迄个叫做迄个总干事了，伊讲科比会赢80万票，啊有影有达到啊无？有嘛？啊，这就是啥？这就是用调查的嘛。哦，啊，咱即卖也是要吼。哦那写好啊，你那入面安尼就好啊，看看啊，写好啊，交出来就好，吼、哦，拢交出来就好。啊你，吼、哦，好啊，即马有要几个要袂写好，请邀请一下，好无？后来没有关系，好，你慢慢啊写，哦。咱即马，搁要来讲，搁来讲煞落，啊，咱到尾来才来提啊，差不多10分才来了解这个问题，看是安怎较好。哦，咱即马要搁煞落，咱搁来功课吼。啊，来，咱来，这个是太阳花的时阵啊。这个太阳花的时阵啊，辅大的教授，太阳花都啊占迄个立法院，啊，可要走去行政院，啊，因怎啊攻进行政院，攻入袂了后啊，啊，这个教授我锁入去啊，哎，因咧拖开，这个看讲。哎，这是啥呢？这夹的嘛，伊一定创一个夹子夹的。这就是高级公务人员行政院内底啊，咧造假啦，造假迄个名义啦。伊讲这啥物事？伊这啥？好、哦，来。亲爱的资编科同仁，请每天上正月一点通新闻资讯网，每天文章皆可，每天至少要点击50次，点阅完毕请打勾，谢谢。啊，你看，这是行政院的，啊，这是啥？这是科长呢？秘书呢？啊，伊这个擦擦起歹势，伊袂使迄个公开嘛吼。啊，这个小姐啊，小事啦吼，小干啥小啊，这个小无点过。啊，所以讲大家拢点，这拢是咧，迄个伪造啥？迄个人气呢？啊，是会伪造迄个要做啥？伊就咪讲，哎，迄点阅率呢？
公这人民就是自己要的，还是这个就是人民啊都同意的，大家都是点约上去说赞。我看看从这块来看起来，不怪哦，会输遐忝就是安尼啦。啊你，你这个，这也是报纸发表出来才有的啊。好、哦、啊，这好、哦、大家我足清楚，拢去造假啦。好啦，啊，这不要紧啦，这吼，伊即马这大家拢知影咧促销嘛吼，咧猜测啊，这也看一下吼。啊，这啊，伊这确实的呀，伊这个讲中国大陆就是我的领土啊，啊，这是中哎马英九要回大陆去，这个是正确的嘛，哦，啊当然他们看这个六十几年的教育说啊，这是马英九咧骗嘛，啊但。来这上课了后，讲这干嘛在骗？这中国就是因的啊，这中国因的因故。啊，伊甲恁讲，咱是反民啊，就实在啊。啊，这就是咱是反民，所以咱爱去拜咱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台湾建设的这个啊日本人。就是台湾日本人啊，所以伊甲咱刻伫这个日本靖国神社，安尼表示啥？咱是毋是日本人？对吗？啊无，靖国神社那个因的忠烈祠啦，现在的忠烈祠啦，啊忠烈祠没有台湾人呢，台湾人应该足少的啦。咱金门炮战死偌济人？敢有徛伫忠烈祠？无啦，这就是要予大家清楚。哦，啊，咱三万九千一百个，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打战啊战死的，拢放在靖国神社。我已经去三年呢，第一年也去拜。第二年也去拜，第三年也去拜，今年都第四年，哪要来拜？啊，咱就开始了呀。好、哦，啊，这是啥？哦，这是，迄种吼，即卖搁讲这个啦，吼，讲这个图案，这大家上课拢讲过嘛，吼。这就是什么？所以讲，咱台湾的现状是啥？啊，美国占领的吼。啊，这块土地是在谁的地方？日本天皇的地方。哎，这是皇宫，这是二重桥。啊，我这呐行三年啊呢，吼，行三年啊呢，啊，拢我拢是十二月二十。要过去了，啊，这大家足清楚嘛吼，啊，因为这是咱去过美国的啦，啊，美国的，这我有当时啊讲，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吼，因为迄阵啊，日本人来遮上课，啊，迄阵啊做讲师，啊，我就拢创一挂遮的图案的。类似这些图案吼，啊，让人去思考，哦，让人去思考。这个应该大家知影嘛吼？这个是哦，叫做安邦雷达站，这拢咱出钱的呢。啊，这拢美军的家己起的呢。啊，美军家己都要住底下咧管理呢，啊，这个可以遥控到迄个叫做啥？西藏、新疆那边的信息拢看得到呢。所以讲，这个雷达是很最新的，啊，甲东南亚这边拢可以看到。
这个青田岗十二点以后，可能到六点，民航机都不能飞下。我这个看到报道，哎，讲为香港飞一台民航机，甲加工超过十二点，看五分啊，歪好落去，叫伊个安怎飞回去？你超过时间，伊就歪好你落去。所以因美国人做事吼，规定就是规定，哦，这大家一定爱了解，爱遵守。咱千万不要麻烦咱这个身份证啊，确实，咱是啊，好啦，三立的好啦，三立报道好啦，来看三立的报道哈。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黄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这个是三立跟我们报道的，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也感谢三立，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自己自制的那个算身份证了、啊。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下面的，啊，这个是晶片的嘞，啊，这些去华府、去美国访问的这些成员呢、啊，现身说法，哦，咱来这里报道，和大家看这里。月顶、地书顶，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地书顶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祖做的黑熊里面的
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义灰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啊，你再看，还有一位同亲，一去关岛，伊甲海关讲，甲登一个印啊，摕这张给伊讲好啦，海关话甲登一个印。有去旅行过、出国过，出关拢爱登印啊嘛，大家知影嘛吼？啊，这就是，啊，你讲。咱这张是芯片的哦，你莫去抢唔到的吼、哦。啊，这都爱大家拢一定爱知影，爱敢讲哦。有的去抢唔到的，500块的、300块的，啊，150块的吼、哦。嘿，哦，嘿，你莫上当吼、哦。这所以讲，好，好啦，安尼，大家我。足清楚，哦，啊，咱过来看这个图案。我迄阵啊，拢吼讲，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哦。这就是啥？要予日本人啦，日本人来上课，要予日本人讲，恁呐，恁国家的迄阵啊，讲日本政府，因家一定，家一定一粒包做啥？迄个太阳体啊，这样一粒包。啊，咱这以前拢是这样。啊，即马啊，飞机啊撤销，啊，这个也撤销，这也撤销。啊，你讲，因为伊安怎，咱告美国政府，因为恁美国讲，迄个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不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个，当地征兵，哇！流亡政府多哈苏哈苏啦，哈苏哈苏，大家知影嘛吼？都啊，三个拢有嘛。啊，唔只讲，甲讲尔，美国叫伊讲，这武器拢爱删除，含迄个地传情报。因为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啊，司令部邀请我去审查一个案子，我进去一看，哎，我当兵的时候，这个船形帽，这个灰啊，都是这个灰嘛，吼，啊，今晚级别讲安怎呢？哎，我无赶快啦。我问因嘿，讲啊，恁这个那变，我一口梅花的，有的三条杠的，伊讲即卖唔是啊，即卖袂使挂这个啊啦，即卖是挂阶级啦。安尼你唔知大家知影无？伊假讲阶级，啊我也无爱讲，因为我咱就伫遮咧做讲师吼啊。因为迄就是流亡政府啊，叫我单位叫去啊审查，有迄个要做审查费用嘛，啊，咱也足清楚，啊，我吼，安尼我知影，吼，啊，类似就是安尼嘛，吼，成这款的吼，来，啊，咱这边我来过好看这里，来，咱这里猜测的这里，就在今天，大家要送走。
到2012年了。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惊险财病的青辅会、体委会。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而且唱了联勤军歌，大家依依不舍，说这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降旗，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官兵难掩不舍。66年来，大家非常努力，永远牢记，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萧建时拿了骆驼赠画，联勤的军徽，骆驼象征钟情卓朴。尽管编制走入历史，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白饭、麻婆豆腐、调理包，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重点是300人份。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2012年底告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青辅会面临整并。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2012年底体委会、青辅会、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走入历史，兑现部会精简支票。特别新闻采访区林尚平报道。安尼，咱知吼，我头拄啊讲是后勤部队，就是这个是讲联勤总司令部嘛。啊，后勤部队甲联勤总司令部是准备国家。诶，迄个做军队诶补给嘛，啊，国家特别收单，咁爱搁有即个补给单位，咁咩啦嘛，所以拢撤销嘛。啊，咱百姓拢唔知啊，百姓也无咧了解，哦，类似安尼吼，咱过来看吼，哦，即联勤司令部撤销吼，啊，即、這个我看卖啦，咱过来看。这个啦，好，来金门的。今天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他，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陈真，台湾台北报道。好，我看吼，咱看到这，咱足清楚啊，是不是？啊，今嘛就是讲。头拄啊，予咱听的吼，啊，唔知有人无交出来无？因为咱都有40，咱的报名到40几分嘛吼，按奈交出来才30几分尔。啊，迄个无算对啦。不要紧，咱即马就是讲，若销量吼，你着做你交出来，咱都也毋是要考试啊，
哦，咱都无爱互你写名，你若写名，你有压力嘛？你就是讲，哎呦，我都爱，啊，我即马就是要来复习这个，咱来看检讨这个，咱加三点半结束，啊，要几分钟来大家啊看这个，哦，咱来看这个啊，咱要检讨这问题，吼、哦。来，咱来看看这个问题哈。你家己思考看卖哈，咱来思考看卖。当然，伊这个是讲1945年九月初二，这个是什么时阵？日本天皇安怎宣布投降的日？所以说在以前来我们住在本土台湾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TW 申请这个台湾身份证。好、哦、没关系，这让大家知道一下、哦、他这样说、啊、我们来看，你了解你的祖先、哦啊，是诶，国籍是虾米国籍？哦，伊这个所谓祖先啊，应该是父亲，啊是要做祖父，迄个时阵呐、啊。哦，啊那我头拄啊都讲啊足清楚，我叫阮老爸叫啥？我都上啊，迄个时阵就日本啊。哦啊，这所以当然是日本啊吼、哦。这安尼，互大家。知影吼，啊你知影吼，中华民国的国策吼，啊是什么时阵吼取得的无？什么时阵？哈？1946年啊，是1月16日。公布命令，也要做啥？把全国的迄个要做啥？一天都拢改为诶中国国民。迄有一张迄个公文嘛吼，咱大家会去了解吼。啊，过来，再来，啊，恁的祖先是毋是？啊，这一定，你都第甲你解，这一定唔是啊，吼、哦，啊，过来看第二条，啊，你有赞成无？用来国际化甲政权分来解决，有赞成无？赞成，哦，啊来。这个大家嘛，咱无这个，无这个嘿，主权权利嘛吼，这就是不是吼，因为这是日本天皇，诶，那讲了讲，咱住伫国宾住50-60年啊，啊，咱国宾住的这些人来决定这个国宾的主权，安尼会使未使？未使哩。哦，啊，你是？啊，日本单人，啊，中国，啊，日本人，啊，是其他的人，予你说者，吼，是日本的单人。好来，啊，你认为台湾应该这个寻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啊，不是？啊？这不是哦，吼、哦，迄阵啊，都甲咱讲啊，讲自治啊嘛，美国已经，吼、哦。来
来起码得归第十帖，哦，你对以前啊，即个你认为你是寻求这个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是毋是？第十，大家想看卖你第十条是啥？不是，大陆。当然，起码吼有一个讲法啦，咱是讲。咱是大日本啊，照讲是天皇的臣民啊，吼！啊，你听嘛，当然这个地方就有一些争议啦。因为你有读过啊，啊，若无读过的人拢讲啥？对，啊，这就是，吼，你讲这里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有诶讲啊。无读过，到读过，这个拢外口争议的题目，系啦，出啊，系啦，这个好啊，不要紧，好，不要紧，好来，咱即马来看彩条，吼、哦，啊，你这个背景吼、哦，你认为台湾是否应该寻求，吼、哦，是中国还是中华民国一部分，是啊，唔是？哦，拢唔是嘛，吼、哦。好来。这个十二条，啊，你是什么人 ？A、B、C， 你要选到一个，啊，选 A 嘛吼，选 A 嘛吼。好来，十三条，你要选到一个，啊，选 A 嘛。好，安尼，这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啊，最后沉默几分钟。要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因为咱初级班甲遮结束，但是转去，咱为咱未来的子孙要做啊奉献，咱的主张是啥物？为百姓设想。为百姓设想，所以要拜托两件代志。第一件，介绍较少年的来上课啦。介绍较少年的，啊，靠专业的来上课，这第一条。第二条，要叫大家来清身份证，因为美国甲咱讲，叫咱清41万，咱直直拼，即马换差不多甲。三四万，吼、哦，要有一段时间，所以爱大家较认真嘞，吼、哦。安尼，咱今日就到这结束，啊，感谢大家。啊，谢谢。